这腿也太长了，这谁不喜欢？姐，我头发昨天烫的锡纸烫，为啥开了？开了？嗯。怎么可能？你这是开了？啊。你再说，你这明明就是拿夹板夹的呀，熨直了。啊，你骗我。没有，那我不得找个理由过来看看你。你想我呀？你想啥呀？你不害臊啊你？我追自己喜欢的人，我为啥害臊？那害臊不就没有机会了吗？对不？洗头啊！来都来了，不闲着。好，哎姐，我感觉你今天穿的衣服没有昨天那好看。昨天那个好看啊？啊，昨天那个感觉老有气质了，贼婉约。你今天穿的有点像《黑客帝国》，你看过《黑客帝国》没？戴眼镜那个。嗯，我总不能每天都穿一样的衣服呀。嗯，那倒也是。你笑一笑呗。喜欢以后就穿你喜欢的那种。那你能天天穿给我看，不给别人看？给别人看我会吃醋呢，真的。别不害臊啊。好好。你能多笑笑不姐？你不知道顾客上帝吗？不都知道什么叫微笑服务吗？好的，上帝。你好，上帝，这样洗头行吗？行行行行啊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啊，有觉悟啊，有觉悟。兄弟，您请坐。这小狗怎么搁这儿呢？它喜欢你。哎呀，摸摸。姐，那个。上帝能不能给你提一点小小的要求？上帝，您请说。那个，我看店里也没啥人了，嗯，晚上要不要一起看看电影？这么晚去看电影？还行吧，你要。我安全吗？有啥不安全的？我也不是大老虎。我怕你是坏人。安全，绝对安全。你要觉得不安全，我给你送家安全。反正我知道你家在哪。送家里更不安全吧？密码换了吗？换了。不行，不行，我晚上啊哄你睡，行。嗯，那你先去电影院等我吧。干啥呀？我回趟家呀。行，那我等你啊，好好收拾收拾啊，等你啊。啊。等你啊。